葡萄公主拉琴行销，嗲卖园林葡萄。甜美的葡萄和醉人的琴音，今年彰化的葡萄公主蔡云珍用清新气质和小提琴才艺推广园林葡萄，果然大获好评。昨天她在园林镇公所协助行销，现场民众如痴如醉，纷纷拿起相机抢拍葡萄公主风采。这是我们园林的葡萄，你看我们园林葡萄特别大颗，就算怕麻烦不喜欢剥葡萄皮的朋友们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吃，就是完全不需要剥皮这样。园林的葡萄真的很好吃，健康又卫生。蔡云珍也现场吃起免剥皮的葡萄，强调都是有机栽种。出身园林的他，目前就读台中二中一年级，因为爱吃葡萄，参加葡萄公主选拔，最后脱颖而出，勇夺后座。他昨天表示，会尽全力用热情和音乐来行销葡萄，希望园林葡萄能打出名号，也能名列彰化特色农产。董新闻，葡萄跟公主都好甜美，报道。